那这边有两三个问题，我先回答。他说他的儿子开牛仔裤工厂，半年来生意不好，想要改行卖炸鸡，这真艰苦啊！他老母真烦恼啊，希望打消这个念头，希望他卖做恶业吧。佛教讲因缘吧，他有他的因缘，可能你是这个囡仔。你希望伊娶一个你爱查某囡仔，结果伊要娶迄个你无爱，所以咱做老母的人真正爱有空性，虽然，但是虽然嘛毋是消极，安尼积极积极，祈求三宝的加持，安尼啊。啊，最近你还用这个囡仔的名，伊都是福报无够。啊，同舅，你也该放鬼啊，放鬼啊，好一个鬼啊，就消除这个恶缘。爱就可能会去做别行，啊，当然帮伊点灯、念经、佛菩萨加持，那有迄个好的果报，去拜到其他的朋友，改讲另外做头路较好赚的方式，安尼啦。所以佛教叫做因缘不可思议。啊，当然，啊，你要学这个因缘较好，基本你卖烦恼，啊，你若愈烦恼啊，代志就愈歹，各位记得哦，啊，你愈要对方好，你自己要越平静，约束自己啊！啊，然后你才有那个心灵的力量去帮助伊。就讲这个行啊，你乱就无啊，你越平静啊，越清楚，这个更加越强，安尼啦。不然你呐，自己无平静乱去啊，火就花去啊，你花去嘛，无多会光明。所以，那但是你的囡仔的代志。嘛，互你听我这个世间的无常，那是汉人一人咧未乖太乖，那你嘛爱该关心啊。所以这个时阵，你就愈关心咧太乖的人、未乖吧的人、诈钱输机的人，你用这种诶，因为恁囝的苦，生去平等的大悲心，这就是大乘佛法。那如果你希望伊真正卖炸鸡，啊，你愈公大心入因缘力，一路可能改变。啊，你愈超凡，哎，等到会去做，互你足艰苦，安尼啦，足艰苦。所以，咱的艰苦嘛是咱的因果啊。如果你的囝即马去卖炸鸡，迄嘛是过去世你叫伊去做的代志，安尼啦。所以，即马这个业要来找你啊。就跟他讲，你的囝去娶一个真歹的新妇。其实这个新妇不是要来嫁你囝，是要来给报怨仇的啦，靠给你的囝的利益啦。啊，所以你来了解这个道理，你要赶紧忏悔啊，搁做功德发愿，啊，那个恶缘就变善缘。但是如果你不懂得这个道理，你一直怪那个媳妇，啊，你怪你儿子，那你让他更恶缘更来，包括他生的小孩都会来找你报仇，安尼啦。好，你听明明，好，你了做这钱，所以我想各位，一切法唯心主，就是咱的超凡，我们要赶快念佛、忏悔、诵经，包括我们刚刚去放生、做烟供，心里快不快乐？啊，很快乐，很快乐。所以别记还忙阿波，啊，刚刚那个所在那也好算，阿伯要点点来，啊，因为你去做神书，你就一道光，这个光明就把这个。蒙阿波给净化了，一代蒙魂啊，真正有嘛得了超度，啊！老实讲，因去用恶去，拢无经过因同意安尼啦，啊！啊，伊嘛唔甘愿啦，啊！所以假设因阿无超度，更加万分啦，这是属实啦。啊，但是咱的爱心、慈悲心、咱的平静心，就发到感化伊，所以这个叫做超度，诸智慧甲慈悲才是超度。那你有法度超度众生，你嘛法度超度你的囝。超度不是说他死去，就是改变他的歹变好，这样。那为了这个，我们来以八关斋戒做基础。所以我现在在讲，假设你坐在那里，那是你在烦恼，啊，你还想说，啊，万法平定了，我不能执着。啊，但是就是为了要以后，我更加不能执着，这样，啊，你才会有好过。也就是说，要行菩萨道，你要越空性，越不烦恼，那事情才会办得起来。啊，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道理，你要改弯，你要骂伊啊，结果呢，你就输于提早去做，安尼啦。伊讲我特别来做，要做成功，互你看，安尼。
哇，愈卖愈大，生意就好啊！啊，你唔是愈够烦恼啊？所以各位呢，那就这件代志隐瞒，那么咱改变自己，因为你有法度改变自己，你才有法度改变人家。切记也是各位，你能够改变自己，你才可以改变别人。你改变不了你自己，你硬要对方改变，这个叫强烈的自我。诸法无我，跟人讲啊，咱都无法度主宰。咱唯一有法度主宰是咱的心涅槃寂静，你才有法度影响外在一切。所以念这边，心清净，众生的清净；心清净，世界的清净。包括你要往生，你嘛清净，阿弥陀佛，啊，你就感召了清净的极乐世界，安尼。所以这不是讲往生，任何的时阵，愈真大的逆境来了，境界来了。你一定要赶紧一心念佛，持戒念佛啊，多做善事。你要做什么？拜佛、忏悔、奉行，用这种正面的力量，安尼就好啊。你免烦恼，你愈烦恼，这病愈痛哦。医生讲你可能得了癌症哦，第二期的哦，安尼好。我今麦开始修七天八关斋，我来忏悔，我来奉行做烟供安尼啦。结果你个医生检查，医生讲。啊，那无去检查唔对哦，啊，因为你真病症啊，就改变了，啊，你可能本来咧食吧，哦，啊，所以有这个病，啊，你可能过去就爱生气，啊，脾气较歹，所以高血压，啊，安怎，一定有这个原因呢，啊，所以这个原因你家己知影，不应说是你是什么个性、什么心态，那是心内底对什么代志不满，你要将迄个放下，跟他给人修八关斋。袂使有世俗的念头，对不对？爱念佛、念法、念经，足清净的。所以当然啦、我们带法会也是希望各位快乐、清净、慈悲。那呢，一天来的，就发到消灾，就发到拔度，安尼超度。各位要了解这个重点啊！啊，你的身心的破病，你足烦恼，安尼足超烦。先死是去让你气死的，你更加不好是去让我早死就对了。那你也知道说，既然是这样，我最近不能够冤家，说好听的话给他听，不要烦恼，坏听的事情不要跟他说，你的孩子在外面安全不要跟他说，说好的都不要说坏的，这样。他的病就很快好起来，哦，原来一切法为心者，人有法度影响别人，影响世界。所以那为了这代志呢啊受烦恼，所以佛陀叫咱一定要定定搁念一遍来，思维空性，一切无执着，充满爱心，安尼就好啊，卖执着爱心，安尼就好啊。所以你的囝需要你个爱，不是该还啊。再念一次，不要担心，只有悲心，即马卖烦恼啊，啊即马对他归有慈悲，去个放心念。你最近念佛做代志，爱记回向个所有去向家己个鬼啊安尼啦，对你个囡仔蛮有慈悲心啊，希望伊更加好，但是卖烦恼，伊会互你感动啊，因为佛法不可思议，所以你个心呐愈平静，佛的力量就愈大啊，你个心呐愈烦恼，佛的力量就无得透过你互伊安尼啦。所以咧，有时经讲，咱咧念有时就爱有平等心，无轻慧心。啊！啊！你阵咧念药师咒就足有力嘞，你阵咧加持一袋药啊，水互伊啉，然后都改变嘞，应该安尼讲啊。再来，他的太太忧郁症、失智初期，把儿子当坏人，有被害的妄想症，不吃不喝会喊救命，让家人很难照顾，要怎么办？这个时候真的要有耐心。我老实讲啦，你刚才就还了。其实完清这组现在在你的母的身躯在给你擦这样啦、啊、大部分的你只要感受到艰苦，你的母现在希望你让你那都是完全在给你套旧的身躯在给你套这样啦。所以那时候我们自己要忏悔啊，忏悔自己发愿、啊、做很多善事，让人心平静的，让人肉体不艰苦的啊，你不要忏悔烦恼，你忏悔烦恼这事情像每天晚上给你擦到天光这样啦啊，所以呢，安尼去对待对方，所以迄阵你就渐渐阿弥陀佛，爱定来去布施水，就刚才如何讲诶，布施一块饼变烟，布施一只水变甘露，啊，拢来回向哦，你的太太，
该辛苦的完清这主啊，完清这主啊，所以不然的话，他们会借这个机会要你要不到要他，就跟他各位你辛苦堕胎胎儿你不超度，他会让你儿子一直发烧啊，晚上就哭啊，白天没事晚上哭，因为你的堕胎胎儿影响你不理他，你现在这么爱他啊，那这个被你堕胎前面的小孩子就他很苦啊，他只能透过他的苦希望你注意到嘛。所以我想各位，病人本身现在没办法忏悔啦，所以但是你要很认真，你来这边念地藏经，念到就念经，他有时候会，你要试试看，伊爱念观世音菩萨，还是伊爱听地藏经啊，还是伊爱安怎？那一时间他会静下来，你要试试看。但是家里的人要这段时间假受心做善事，因为每个人都在苦，这个是个共业，共业啊，所以你的太太辛苦，也有冤亲债主。啊你！你也在跪了啊！哎，今麦都无得跪啊！我替跪哦，我替给你忏悔啊！啊，我今麦要替你做神书，希望你快乐。因为你的他冤亲债主快乐了，快乐就超度了，不是说给挂鬼，你快乐就好啊！你呢？你就没干扰你啊！不然你今麦这个叫业道论对，就是这种经讲的，就阿弥翁心就开始那个差啊！你啊，好一些咩病拢有啊！啊，变成不是一啊，所以这种情况来法会功德，回向此忧郁症太太身心安定，三宝加持，嗡啊吽啊，所以各位呢，其实你了解您太太，伊精神较好一阵，可能无怕变咧修行啊，个性有开始有一点不是很安定啊，啊烦恼啊，爱生气啊。啊，所以老啊，伊就无法度啊，啊，所以咱修八关斋个，保持清净心，佮进一步慈悲心，啊，咱就法度对治啊。所以这段时间你要多这样子做，多这样子做啊。你替你的太太厝个人影响伊修七天个八关斋，牛母帝、梁武帝为了超度他堕落大蟒蛇的太太，整个皇宫受七日七夜八关斋戒，对不对？哦，忏悔拜梁皇宝忏。广做善事，连畜生道都超度了。这个佛教是一个方法啊，只要他苦，不管他是死后的苦还是死前的苦，那、啊、基本上就是受八关斋戒。那、啊、再来就是广修功德了，就是如此啊。再来，哎，回向往生者谢秉行，癌末者潘如意。临终无障碍，求生净土。来，嗡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消除业障，晚清借助，董兄发挥功德，消冤解结，董心紧迫，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纯然大家有的信用，我你念你别感觉我怪怪。我当时在回家，人提醒我都要念几工，隔壁这些人怪怪。你唔知我有信用哦，安尼念念的，伊就变啦，喏，你啦。我当时念完变啊，宝贝，一小巴子，一小巴子，这么快了，呜，阿未去净土，搁念搁念，念念的，啊，这么有去净土，呜啊呜啊。你得爱给讲法啦。像我老靠时间提供，谢秉行居士，我来给讲啊，旁边冤亲债主，啊，今嘛呢，我跟你讲心经空性的道理，世间就是安尼，跟你讲西方极乐世界快乐啊，阿边阿去真简单，你只要对我念佛，啊，你有相信啊，啊，因为你今嘛蒙魂中阴心看会到呢，所以我今嘛念阿弥陀，阿弥陀，你看会到啊呢，啊，你看会到莲花呢。啊，你都爱往去达去，啊，你来去极乐世界，爱是句话，老人，你来去极乐世界，你子孙都足快乐，足趁钱哦，安尼啦。啊，你来去做鬼吼，啊，你大家拢歹命。所以你一定爱去极乐世界，啊，要去极乐世界，爱发慈悲心，啊，众生拢是父母，你嘛想你的祖先，爱就发到上品往生安尼啦。啊，咱嘛爱对就好诶，啊，我出家啊，我出家功德嘛回向给你，哦，会避开条。
啊，所以讲你讲，我饲我改工地，我食菜工地，我受去八关斋改工地，拢袂好哩。事实上，各位学佛不是硬邦邦光念经，念经也是一个很好的助缘，但是在我们的念经之前，要跟他说说法，你要动作一起准在。包括各位的敲斗，你要完成这组，人家在讲你辛苦者事业要完成这组，你有感情在主，你有堕胎胎儿啊，我们在讲一天赶课啊。那我要跟堕胎胎儿忏悔，母啊，给你忏悔，啊，一阵的少年唔捌代志，啊，就身体歹流产，还是啊，都啊无多，我即马好好给你忏悔啊，啊，我即马做功德给你，我替你点灯啊，买衫、买牛奶啊、买玩具啊，我替你去做善事哈，老母足疼你，足疼你，但是过去对不起你，唔知。啊，即嘛呢，你一定爱快乐，老母同关心你的快乐，啊，别人落去快乐，啊，就是老母咧念地藏经吼，啊，你爱来听哦，对不对？听地藏经，你就未够艰苦，啊，所以老母要带你去阿弥陀佛咧世界哦，迄个所在足水，你爱形容，你爱形容我听，你袂讲，我甲你写一张单吼，你去宜兰三星道场，你要甲赶去哦，你讲互伊听。因为到极乐世界，哎呀，不得了！啊，是你要去不懂佛的妙慧净土，哎呦，神了就水哦！啊，你得慢慢啊念阿弥陀经，迄、那个境界该念可以。你安尼个讲讲讲讲，你个个宝贝，我已经快乐啊！啊，啊是你今要食糖啊，要食饼，我今嘛提来给你哪讲的物件提出来，提出来，牛奶个灌出来，拢提出来。刚才你恁某咧在生气，酸椒提出来，佮气袂落去啊啦！啊！伊爱什么，你就提什么给伊。啊，然后就给伊供佛啊。你嘛，各位，你各位要念变食酒，你个念甘露水，哇！你个观想化作真好食啊。那这个就是一种说法。那你有法度超度，你要完成这组。你有法度得到证明，因为你超度以后，你头壳疼煞好去，迄、那个腰疼煞好去，因为大部分的疼，80%拢是完成这组护卫也互你疼安尼啊。啊，完成这个超度，你马上你就感应，你免看到。啊，你有法度超度你自己的冤亲债主，你就会有能力超度别人的冤亲债主。所以对你来讲，各位你未使讲你无能力，大乘佛法一句阿弥陀佛，念一部心经，念一个往生咒，各位要念地藏经，佛力不可思议啊！这跟出家在家无关的呀。啊，各位你够修我改八关斋戒。你不可能不超度他，安尼啊！所以，咱今日无去超度了家己的北部祖先，是家己方法唔对，安尼啦，信心无够啊！你若有惭愧心、有信心，然后对三宝的力量有加持，反正我天来讲，来来来，我帮你念，那么刚刚啦啰嗦啰嗦，师父就这样好了，你也可以念啊！啊，因为我很平静，因为我很平静，而且我积了一些福报，我。很想修悲心，对不对？我跟这些囡仔讲啊，我们一起学佛啊、我们一起努力啊、我没有说要他离开，但是他会被感动啊。所以，然后我已经做了很久，我都发觉啊，这样没问题。这些功，我希望他更快乐，所以每天广修功德，不能给你无放心，无论如何嘛，跟未来，对不对？去采集下救偌济，剩偌济啊。啊，演讲给做规定啊，包括各位出去再发个饼干，再发个饼干，安尼啦，大概嘛，够多了一个功德，对不对？特别这个地区做演讲很好，天天天气也好，那众生欢喜，特别这些往生的动物，当然对你自己而言，各位你过去老杀生有食吧，你走一走，你加一个忏悔心，安尼，伊就得到你的感动啊，然后那个。特意都要奉行的走，那几个回向的北部作神啊，再来传统离婚持祖会报告，夫家祖先从不属于夫家，彼此不再相找，但若出于悲心离婚后继续超拔前夫家的祖先，是否用夫的名字为超拔为家？你喜欢的看好照，你的两边拢摆了好啊。啊，因为虽然你离婚了，你对祖先还是感恩，因为恁翁这边的祖先你还是感恩，哪怕你在他家三年，对不对？你还是感恩。你曾经嘛叫你婆婆一声老母，其实一世人拢你的老母啊啦。你一定要这样认为哦。啊，
所以那你修了功德，就算你离婚了，还是要多回向你公公婆婆乃至你先生的祖先啊，因为咱徛咧佛教啊，多无所谓啊，反正你做功德一颗，你可以回向一万个人、一亿个人都不差，而且你愈回向，功德愈大。所以我想不要计较，你若要计较，安尼我就免甲你拜啊，这边的祖先你甲你万分喜啊，不要有那个计较的心态。所以又离婚者是否会累世皆有离婚的基因？但又一谈离婚，是不是债已经还清？哇，你妈说话好赞美哦！离婚如果是因为你自己的业，或是你造的因，或是你主动提出的，那你就造了离婚的业，那是你造的啊。如果是烈先生有外遇，他要求你离婚，那你没办法的，消业嘛。这是看你的动机啦。啊，但是如果你就算你先生有外遇，然后要求你离婚，那你能够随缘，那你这个业就消了，忍辱才可以消业障。啊，结果你还为了这个事情抱怨，那你将来这个因还在，火上加火。所以我认为这个世界上的婚姻呢、啊，本来就是一种忍耐，互相忍耐，互相包容。那不是为了孩子，大家也离婚啊，是不是这样？啊，但是，那你既然如此，你要想好呢。啊，你今天你老公有外遇，外遇是一时的，孩子的关系是永远的。结果你一时气愤，我管你那么多，你有外遇，我要跟你离婚，小孩子很可怜。啊，所以古早人老爸老母那么忍，特别特太太的，所以家庭念嘛个底耶，是不是啊？啊，你忍不住，那强迫要跟你先生离婚，你先生也很无奈，因为他真的犯错了嘛。结果，那你就造了破坏家庭的这个恶业。所以《三世因果经》才会说离婚堕落三恶道。啊，你看好北部偌艰苦，好囡仔偌艰苦，安尼啊。所以我认为。我们有这种先生这个有外遇或是各种理由，那是我们的业。那来忏悔，忏悔呢鬼气，我这里业吧。至于你先生还是要跟你离婚，随缘啊，至少我没有这个业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你学佛了，你硬要主动的要求对方离婚，那是你造了这个不好的业。那感情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不稳定的。关心无常，但这心的一体都有境界应用。所以我们很多出家人都有些都还俗，来找我们出家人还俗都结婚了哪里啊？事实上那个不是女人外遇嘛，因为他你去找正常男人不要，你要找出家人。所以但是这没办法，这个很因为他控制不了，有那个 gap。 而且我老实说，来你们这边法会功德回向身上情债债主，老实跟你讲啦，你身心有外遇，是因为你辛苦的情债债主，伊要让你感苦啊，所以你要向这个情债债主忏悔啊，乃至你要慢慢了解八关斋戒，哎呀，这个感苦，你要超度情债债主，你要能够让他感动呢，啊，你自己要发愿不邪淫呐。发愿自己不要有怪欲啊，不追求感情啊，但是现在很难啊，现在这个社会啊，恶性循环，所以有很多感情有外遇的，两性同性的问题就越来越复杂啊，因为越累积越不好的因，所以这点嘛，如果你有感情上的痛苦，你要忏悔自己的过去的感情的恶业，你要向情债债主忏悔，你要原谅当事者。啊，因为这是咱消业忍辱慈悲的机会啊！如果你是佛教徒，应该如此。好，那现在我们把这一章也稍微看一下。第二章，慈悲基金会成立。那这边从下面，因为那哈呼列郎除了改变自己命运、消业障，最主要我们要对整个社会给予真实的关怀。当然我们也不能把佛教一直停在每天拜忏啊、敲钵啊、奉心啊，这本来就应该做，但是我们要对六道众生平等的关怀。当然六道众生里面
最殊胜的是人道，人才有法度祝福啦。啊，变话好，较侪人有法度接近佛法，这是我们行菩萨道很重要。那最重要是，当一个干苦的时阵，比如说各位你去助念，然后嘎修会被你感动，你要借那个机会，怎么跟他说佛法，善巧方便，微笑亲切，啊，简单易懂，一针见血，你要抓住哦，行李是人走出来的。啊，你不要做行李，讲也要讲佛法嘛，就比怪了。啊，你要看人讲什么话，才要训练，才要有冷静的心态，要打坐，要有对众生的爱心跟了解，生命是这样累积来的。你也不能说，啊，我这些人都不要恭维，啊，有的人恭恭恭，人这个人车祸死了，这艰苦啊！你跟人道讲，你个看，这做恶业死的啦，啊，阿们在拍戏，你也可以用拍出去，啊，那是死的说，咱就去做念，啊，你头头啊问，给你介绍，哎，是安怎往生，会使问的，啊，结果因家属在遐在哭，哎，是安怎死的啊？你母后就跟你讲一遍，弄死的啦，癌症死的啦，自杀死的啦，你这人规矩卖去念，你请阿长啊？因为什么？因为你让对方更痛苦而已嘛，对不对？你干嘛去揭人长疤啊？所以我想各位，你要善巧方便，了解细细的问哪一个，别问买问丢人，对不对？你问丢人，你要怎么回答？所以我认为。各位一定要很敏感，所以为什么要修禅定空性？你开别查，了解吗？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讲什么话，做什么事情啊？那像我以前去助念，有些人带着麦克风，哇哇哇，说的棒棒，给别人咩啊？你干嘛念那么大声？干嘛？给别人无翁心，是这边的翁心啊？哎，我爱念大声，大声大家拢听有啊。就像我们做烟供，我们很多居士师父昨天嘛做烟供，好看所在，人咧什么所在，你个放屁啊！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善巧方便，这个没善巧方便就是恶紧，就像强迫症、忧郁症，在不一样的不应该讲的话去讲话，这嘛比赛。所以我希望各位要训练自己，那训练你要去参与老人边的关怀，老实讲啦。你去关怀一个老人，从生病到正念往生啊，你会很有信心。老伯，我老翁心，哎，无问题，我买家己要家己念，是不是？但是你要去参与，你别再讲哦，这我唔敢去，那我唔敢去，那我不爱去。我认为痛苦在每个地方都有。咱刚才这个讲话，一定就是独居老人，在医院一定有很多生病的人，在家庭一定有夫妻在吵架、子女沟通的问题。忧郁症的问题，那这些我们要透过不一样的工作来接触他们，也来让自己能够开智慧，累积成佛的资粮。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而成立。那成立就是希望大家加入，这个不是出钱啊，出钱有出钱的功德，这个更重要是出你的慈悲心来参与校园讲座、监狱讲座、家庭关怀、老人关怀，各种各种工作。